首先要恭喜我们的小选手们闯入到了我们闪亮新主播的决赛，也希望我们的孩子们在决赛中能够享受比赛的过程，收获友谊，收获快乐。那在即将开始的比赛当中，也希望小朋友们能够调整好状态，赛出风格，赛出水平，加油。我是闪亮星主播王继瑶，我是闪亮星主播陶美瑜，我是闪亮星主播严冰月，决赛我来了，我们在决赛等着你，闪亮星主播，闪亮星主播，闪亮星主播，乘风破浪，我最闪亮，耶、一片绿叶，一支歌曲，一片树林，一部合唱，迎接着春风春雨，吸收着空气阳光，有一个金色的季节，他们天天在向往，向往着第一次抽芽，染绿了鸟儿的翅膀，向往着第一次结果，给生活送去蜜糖，向往着风和日丽，向往着鸟语花香，即使当秋风吹拂，绿叶变成红叶、黄叶，也愿像彩蝶那样，在一起飞翔。八年抗战，浴血坚强，告诉我万众一心的信念，是中山风雨的苍茫，让我看到血染的红旗如火般鲜艳，是天安门城楼上那豪美宣言，告诉我炎黄子孙屹立的尊严。72年，在人类发展的长河中，弹指一挥间，您却创造了流芳千古的壮丽历史。如今五洲风发，豪迈的巨龙仰天长啸，和平进步的壮歌腾飞在万里长空，飞到胜利的远方。这条巨龙的名字叫中国。妈妈的眼睛像星星，黑夜里一闪一闪的，他会把我送入童话王国。妈妈的眼睛像阳光，我进步时照得我暖洋洋的，好舒服。我犯错时照得我热辣辣的，好难过。妈妈的眼睛是清澈的小溪，我在里面自由地游弋。他会把我送入大江大河，我喜欢妈妈的眼睛，妈妈的眼睛里总是有我。盛世中国告诉你一个人间的传奇，盛世中国告诉你一个时代的规律，成功举办奥运，成功发射神机，结束了长达百年的圆梦之旅，完成了期盼千年的万千壮举，解放思想，实事求是，发展才是硬道理。这些质朴的话语，我们要大声朗诵，盛世中国，东方奇迹。青蛙住在烂泥塘里，它觉得这儿不怎么样，想把泥塘卖掉，于是青蛙在泥塘边上竖起块牌子，上面写着卖泥塘三个字。一只野鸭飞来看了看泥塘，说这地方好是好，就是塘里的水太少了。野鸭没有买泥塘飞走了。小鸟飞来说这里缺点树，蝴蝶飞来说这里缺点花。每次听了小鹿的话，青蛙都想，对对对对，要是那样的话，泥塘准能卖出去。于是就照着他们的话去做，栽了树，种了花，修了路。你可以看蝴蝶在花丛中飞舞，听小鸟在树上唱歌，这儿还有
条道路通到城里。青蛙说这里说愣住了，他想，这么好的地方自己住挺好的，为什么要卖掉呢？于是青蛙不再卖泥塘了。大家好，我是来自通化的小选手董传承，我进入决赛了，请大家支持我哦。我是闪亮星主播小选手李子琪，决赛我来了。闪亮星主播，闪亮星主播，闪亮星主播，决赛我来了，耶、优秀在哪里？优秀住在每个人的心里。如果让正义战胜邪恶，你就是英雄；如果让自己战胜自己，你更是英雄。英雄没有高低贵贱之分，只要背上有傲骨，只要胸中有担当，只要祖国需要，你和我，我和他，都可以成为这个坚固正硬的民族，这个伟大复兴的时代一个又一个响当当的英雄。小壁虎爬呀爬，爬到大树上，他看见了黄牛甩着尾巴在树下吃草。小壁虎说，牛伯伯，你把尾巴借给我行吗？老黄牛说，不行啊，我要用尾巴搞营子呢。小壁虎爬呀爬，爬到屋檐下，他看见燕子摆着尾巴在空中飞来飞去。小壁虎说，燕子阿姨，你的尾巴借给我行吗？燕子说，不行啊，我要用尾巴掌握方向呢。小壁虎借不到尾巴，心里很难过，他爬呀爬，爬回家里找妈妈。小壁虎把借尾的事告诉了妈妈，妈妈笑着说，傻孩子，你转过身子看看。小壁虎转身一看，高兴地叫起来了，我长出了一条新尾巴啦。桃树、杏树、梨树，你不让我，我不让你，都开满了花儿，赶趟红的像火，粉的像霞，白的像雪，花里带着甜味儿，树上仿佛已经满是桃、杏、梨儿，花下成千成百的蜜蜂嗡嗡地闹着，大小的蝴蝶飞来飞去，野花遍地是，有名字的，没名字的，散在草丛里，像眼睛，像星星，还眨呀眨的。踮起脚尖儿，走进安静的小院，我们把一株紫丁香栽在老师窗前，就让它绿色的枝叶伸进您的窗口，夜夜和您作伴。你听，你听，绿叶在风里沙沙，那是我们给您唱歌，帮您消除一天的疲倦。小草从地下探出头来，那是春天的美貌吧。早开的野花一朵两朵，那是春天的眼睛吧。树木吐出点点嫩芽，那是春天的音符吧。解冻的小溪叮叮咚咚，那是春天的琴声吧。春天来了，我们看到了它，我们听到了它，我们闻到了它，我们触到了它。它在柳枝上荡秋千，它在风筝尾巴上摇啊摇，它在喜鹊杜鹃嘴里叫，在桃花、杏花枝头笑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来自通化的小学生王一鸣，请大家支持我哟。我是来自于德惠的小朋友杨丽丽，决赛等着你哟。百
赛变主持我来秀，快乐争当新主播。我是小选手李思墨，我是闪亮新主播白金一，我闯入决赛了，请大家支持我哟！闪亮新主播，我们来了！爸爸对我说：“好孩子，你是大山的孩子。”应该像大山一样坚强，好好读书，将来出人头地，不要让我们失望。我没有和爸爸妈妈说再见，直到他们的背影看不见了，我一口气跑到山顶上，对着群山喊：爸爸妈妈，我一定会好好读书，等我长大了，让山里的娃娃们都有爸妈陪伴。等我长大了，我要让山里的娃娃们都有爸妈陪伴。小兔子来到菜园子里，看见三个红红的圆圆的胡萝卜，问妈妈：妈妈，这是太阳吗？妈妈说：不，这是三个红萝卜，太阳在天上呢。小兔子抬起头，看见天上飘着红气球，问妈妈：妈妈，这是太阳吗？妈妈说：不，这是红气球。小兔子焦急地喊：哎，真急人，太阳到底在哪里呢？妈妈说：瞧，太阳只有一个，还会发光呢。小兔子顺着妈妈手指的方向抬起头，大声喊：妈妈，我找到太阳了，太阳红红的，圆圆的，亮亮的，照在身上暖洋洋的。家乡是无论走多远依然可以给你温暖的地方，我的家乡在东北，孕育出勤劳朴实而又果敢坚定的人民。我的家乡在东北，它没有遍地黄金，有的是金子般善良热情的人民。我要努力长大，成为家乡的建设者。当我白发苍苍，把我和家乡的故事讲给孩子听。大西北呀，好，我的大西北呀，那里就迎接过各路精英大侠，在茫茫的人海里就有我的爸爸妈妈。你看看他们现在已经满头白发，可是大西北还年轻，大西北还年轻啊！全世界都在注视着中国的西部，只有西部富了，那才是中国的强大；只有西部富了，那才是堂堂大中华。我觉得要在以后的比赛中要多听多看多读，使自己的语言变得更加动听。通过比赛，我收获了快乐，收获了勇气，还收获了闪亮的我。闪亮新主播，我们来了。大森林里有块草坪，一块绿茸茸的草坪，一块亮晶晶的草坪，一块笑盈盈的草坪。当春雨们淅淅沥沥拥挤着跳下云层，沉思了一冬的大森林睁开了明亮的眼睛。多美啊，绿茸茸的草坪，映出春光的一只瞳孔。当清凉如水的微风追赶着金色的黎明，
草叶上酣睡的露珠们快乐地探身相迎，多好啊，亮晶晶的草坪。北国风光，千里冰封，万里雪飘，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，大河上下顿失滔滔，山舞银蛇，原驰蜡象，欲与天公试比高。须晴日看红装素裹，分外妖娆。夜晚，月亮姑娘出来了，细细的，弯弯的，像眉毛。凉风吹得她有点冷，她想，还是找位裁缝师傅做件衣裳吧。裁缝师傅给她量了尺寸，让她四天以后来取。过了四天，月亮姑娘长胖了一点，她来取衣裳了。衣裳做得真漂亮，可惜太小，裁缝师傅决定重做一件，让他再过四天来取。过了四天，月亮姑娘又长胖了一点，她来取衣裳了。衣裳做得更漂亮，可惜连套也套不进去，裁缝师傅涨红了脸。月亮姑娘对裁缝师傅说，不是您量不准，而是我每天都在变化。在东方，有一条腾飞的巨龙；在东方，有一个巨龙的民族；在东方，有横撇竖捺的方块字；在东方，大写的方块字里，让我们和世界一起读中国，我们读中国，用祖先钻木的火种照亮华夏文明生生不息的长河。我们读中国，沿着甲骨文沧桑的纹理驾驭历史的长车，纵横千亩。我们在红旗漫展的西风中读繁荣昌盛的中国，读让我们众志成城的辉煌的中国。我的理想是成为一名武器设计师，成为一名军人，为我们的祖国发明更多更强的新型武器。我每天都会抽出一些时间来阅读军事方面的书籍，我只要一有空，就会把我想象的枪的样子全部画出来。你们看，我画了 AK-102 突击步枪，五次 UZI 冲锋枪，为了把这些枪一个个变成现实中真正的枪，我不断努力学习，汲取相关知识，一步步努力向前，就是希望有一天能用它们来增强我们国家的军事力量，保卫我们的祖国。请祖国放心，强国有我。我觉得儿 A 组的小朋友啊，在作品的选择上，我们还是要有一点建议给大家。没错，就是大家在选择这个散文和诗歌朗诵的过程中，一定要先理解作品，要了解作品的写作背景。对，这个很重要。其实我觉得更好的理解作品，一定要从身边的小事去挖掘。那么就是可以把作品找一个合适的音乐，按照音乐给你的这种渲染的氛围，然后去找这个去烘托一下这个作品。对对对对对，那儿一的小朋友们加油吧，也希望能够看到更好的你们，也希望青苹果乐园能够给你们提供舞台，让你们收获成长，收获希望。